嗨，明早上好，欢迎来到 Good Evening Everyone， 欢迎来到夜莺大叔开会公车，又要来开箱玩事。ゆうきばかつばんぶればんどしちょかいやいやすやすんはいはい。哇，因为上个礼拜呢，跑去日本玩了一趟，所以没有办法及时更新，很抱歉。那么我们就来看我们的 episode 9吧。我在日本乖乖的忍到现在了，我没有偷看啊。好了，上一集呢，上一集 Smith 终于跟对方的 Death Drives 同归于尽吗？感觉不太像哎，感觉好像跟对方一起传送走的那种感觉嘛。对，我那一台 Death Drives 是有够强的，空间系能力、时间系能力。我的天啊，那是怪物吧？感觉怎么讲呢？完全是在跑规则系的那种感觉。那史密斯呢，就这样子带着最强大的 Death Drives 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。好的，留下的那个标题回收 Yuki Bakazu 给伊萨米。那么伊萨米那边还在苦战嘛？不知道。那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现在史密斯已经不见了呢。我在想说会，可是从这个时间点跳回去也怪怪的啊。所以他到底是被传到哪里去了？想不太到。那么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BGM 先关掉。OK， countdown 准备好了。好的，那么就准备开始喽。Countdown ready。3, 2, 1, go！ 果然还在这边苦战。Smith， 哎呀 ，Smith！哇，从这边开始嘛，从史密斯的遗言开始 ，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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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说上一集没有 OP 嘛，没有 OP 一定会出大事，这一集有 OP 的感觉应该，哎呀，不能大意。bang bang bang bang。棒棒棒 ，play 棒！哎，对哦，我们去 Animate 的时候，阿基亚巴的 Animate 的时候有在播，我忘记哪一层了，播 play 棒。戦士の眼差しで繋ぐか、噔噔噔，ching， wipe out。Just one 魂。Brave Flash。マセマセマヤセ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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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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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ave bang。噔噔噔。史密斯消失了，ファンネル，啊，被抓到了，哇，連携強すぎない？あれ？哦，那个喷烟雾那只。
大招，哎，不是，嘿啦，哇塞，布雷板 ，Yuki， 啊嘞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，还活着吗？哎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伊莎米？哦，史密斯，七，どういうこと？え、宇宙？え？あ、死んだのか。但是，嗯，灵魂。对的，该不会瑞德要跟那个斯贝鲁比啊？啊，要不？哦，怖！这也太难缠了吧，那两只。西罗。ん？ブレーバーみたいな。え？あ。除非超越人類。结果，布雷班。あ、生理的に無理。え？あれ？他还在啊？どういうこと？回归虚无，他们真是完全死不掉的，Death Drives。史密斯，你真的做了吗？哦 ，Vanish 直接挡下来了，要不？这两只也是很，压的，哎呦！什么意思？
麻醉的啊。还没有做，哎、欸，哦，卡亏，哎、欸，どういうこと？プレイバン、おお、おお、原来是这样子。回去了 ，Chapter Episode One。哇！史密斯，他是可以跟。人类是有极限的，听啊，不对，都听，哇！哦，啊！这边的椅上面有注意到布雷板就是史密斯吗？布雷邦，你又讲了吗？你又跟他说史密，你就是史密斯的事情吗？可是为什么布雷邦都不讲啊？有什么理由不可以？嗯。露露，露露跟斯皮比亚要去救场吗？西索，
哦，所以绿绿才一直知道布雷邦是史密斯的事情。我说，嗯。可是，嗯，布鲁，嗯，他认得出布雷堡是史密斯吗？要救场吗，斯贝利比亚？史密斯就在你旁边啊，伊萨米。布雷宝，哪米的？喂，露露。여보어오모터快来了干嘛巴卡斯哎，气力130了！勇气爆发！哦！が、あ、何の合体？え？バッタよー！何？何？あ、あ、えぇー！え、不是、ブレーバー、你什么时候做这台？新パーツ！お、果然那个就是合体的吗？合体！それはまだ早いってこと。カラオケか。おお。バーン。チーン。おお。バンプレイバーン！自带背景，啊，かっこいい！バンプレイバーン！
哇，美しいな。おお。哦！哎呦，直接弹开了！哇！直接弹开！多利路！哦，双刀！哦，尖炮！枪耶！哎，只是定身吗？OK， 布雷姆，怎么死？哇！哇！啊！呀！半不累吧？还那个那个背景还在发光哦，斯贝利比亚之后还是没有去救场吗？崩不裂吧！对的，史密斯就在里面吗？哦，啊，没有注意到是吧？不累不累版会担心伊莎米认出他吗？不累版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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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哇，那不列本还是不想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想要让伊莎米认出是他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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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难怪 Siri 的 Kitty Moody， 我不想要让我进到我自己里面这样子。つなが啦啦啦啦啦，史密斯的肉体已经不见了。人类的身肉体是有极限的，除非超越人类，所以才要变成不累吧嘛。你知道？哎，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不累吧？那个时候跟司令他们在讲说，那个他跟伊莎米尔相遇 Chapter One， 然后 Chapter Two 的时候是认真的吗？哎，史密斯，你真的哎？所以那个 Chapter One、Chapter Two 真的是史密斯的感想就对了。哦，斯贝利比亚，
哦，对对，哦，啊哩，然后那个其他的 Death Drive 不是说那个绿绿会讲话，绿绿这不像绿绿什么的。现在斯贝利比亚看到绿，那个时候看到绿绿会讲话，好像也觉得不太对。那现在绿绿有办法搭上去吗？而且，绿绿搭上斯贝利比亚去跟布列邦对战，啊，标题回收了，搬布列邦，好啦，那么我们这一周的预期八卦半不累半就剪到这里了啊！果然是跟啊，虽然说在预料之中，但是又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虽然说是预料之中，但是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啊！果然。史密斯，就是不累吧？回去的方法跟我想象不太一样，就是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这段的抖音就该就先到这里好了。下一周呢，该不会 OP 的地方，斯贝瑞比亚跟不累吧互相对打的画面就要出来了吗？可是为什么现在？绿绿是想要也要成为那个伊扎米跟史密斯这么的战力吗？还是可能吧，也可能是这样子的。不然的话，我干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这段就先到这里好了。今回の配信はですよ。方のチャンネル登録と高評価とドラ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那么就下一周继续看《Yuki Bagas Bun Play》吧。また来週 See you next week! Ending!